老太婆，哟，小辉来了。老太婆。我看你们家房子挺好啊，这个房子我要了，明天给我搬出去，听着没？你要了，说得轻巧，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了，这是我的宅基地，凭什么给你啊？你老头都死了，连个儿子你都没有，你要这房子干啥？明天给我搬出去，听着没？我不搬。由不得你，这是我的。哎，我说你个死老太婆，还没搬走。凭什么我搬走啊？这是我的家，我的地方。我在这个村儿，你是不知道是吧？说一不二，还没有人敢惹我呢。怎么，你想破例啊？我就是不搬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看你怎么样。哎，我说你个老太婆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干嘛呀你？厉害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我跟你拼了！我一个老命，我还怕你啊我？我说你个老太婆，今天我跟你拼了！起开！别给脸不要脸！这是我的村，干嘛你？妈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闺女啊，你们哥来了，他欺负我，想抢咱们家的宅子。好啊，你这个无赖！你敢欺负我妈？你是不是看我妈没儿子又欺负我妈，还霸占我们家的宅子？我今天让你看我们村女儿的厉害！我你们俩，我给脸不要脸是吧？啊？好啊！哼！我告诉你，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种人，哼！欺软怕硬，还想霸占我们家的宅子，还欺负我妈，哼！你信不信？我今天让你好看！你这种人渣，赶快从我家滚出去！就是，下回再看见你，滚！打你一回！哼！赶紧给我滚！再敢来我家，我见一次打一次！欺负人，这种人就没有好下场！妈，来妈，赶紧起来！妈，赶紧坐着。像这种人，不用怕他，他就是看你太好欺负了，看我们家没有儿子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做女儿的也会保护你的。你到我那去住吧。再说这房子这么破，也别住了。对啊，他敢拆咱们家宅子，我谅他也不敢。妈，咱们走，去城里住。